为民众的食品安全把关，配合卫生福利部经济性食品业者登录制度，嘉义市政府卫生局除了第一波协助未晓操作电脑的阿公阿嬷所经营的干么店进行交付协助登录，对即日起嘛来办理着真侪张数的讲习和协助登录，以辅导食品业者合法营业。嘉义市政府嘛呼吁业者爱赶紧伫咧规定的期限进行来完成相关的登录作业，以免受罚。根据食品药物管理署七月十八号公告，食品业者经济登录制度，卫生局以多面向的方式，积极辅导合区内底3913间食品业者，在期限之内办理登录。第一波已经陆续辅导阿公阿嬷的干妈店办理登录，另外嘛来请着各食品业者相关工会通知所属的会馆配合，协助团办自然人凭证，以协助业者完成登录。对9月份开始陆续举办多场次讲习，以辅导业者合法营业。嘉义市卫生局表示，卫生福利部公告食品业者登录期程，食品添加物贩售业者需要在10月7日之前完成登录，其他食品输入、制造含加工、贩售业者、餐饮业者等等，已经办理工厂登记、商业登记、公司登记者，需要伫咧12月31号之前完成登录。新办理工厂登记、商业登记、公司登记者，需要伫咧公告日开始就完成登录，才会当营业。呼吁业者依照着无共业别详细登录，互卫生局会当确实来掌握着食品业者的资讯，共同维护民众食品卫生的安全和健康。最新新闻，张局长王小三加以市采访报道。